大家好，我是魔丸，欢迎来到今天的模型 K 箱。大家也知道，魔丸最近非常非常热衷我们的 Pokemon Go 类，我们宝可梦的大型机台。那也是在上一个礼拜啦，魔丸参加完这个 Go 类的体验活动之后，在回家之前也是顺便到了地下街稍微去逛了一下，偶然之间就发现了这个宝可梦的组装模型。那在这边魔丸就先拿一下外盒的部分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待会再来详细跟大家介绍。今天魔丸要来跟大家开箱的就是这个由万代所推出的 Pokemon Plamo 的系列。其实在魔丸的印象当中，大概是在十几二十年前，魔丸还在读小学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类型的组装宝可梦的系列推出了，而且当时推出的版本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种的，小时候有一只甚至是有遥控功能的，但是当时的无线技术没有这么的发达啦，所以还是用这种线控的方式呢下去操作的。当然啦，十几二十年过去之后，遥控系列的模型呢可能也不是这么的热门啦，再加上损坏率可能也比较高一些的关系，所以大部分宝可梦继续制作的系列呢也都是以推出这样子静态模型的系列为主轴。当然啦，陆陆续续其实都是有在推出新款的宝可梦，像是魔丸在购入这一只皮卡丘的同时呢，其实也是有看到月神的模型呢是正在贩售的，而且价格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之后有机会魔丸再来跟大家慢慢分享啦。这一次魔丸会特别选择这只皮卡丘来跟大家进行开箱，也是因为这一套系列呢是由万代在前一年全新推出的一套商品。大家也可以从外盒的部分发现啦，在左上角的地方编号又是从一号的部分开始排列的。魔丸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差别，在一般的组装模型系列当中可能会使用一个球形的关节或者是一个可动的关节设计，可动性比较高之外，可玩度相对的也是比较丰富的。那在这个全新的 Plamo 系列当中呢，是直接把这个关节的设计给取消掉了，虽然少了这些可动的样式，但是在外形的部分呢是更还原我们的这个宝可梦的样式啦。相对来说外形的部分其实也是比较可爱一些的，因为少了这些关节的设计，整体的零件数量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相对要来组装呢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再加上万代自家的黑科技啦，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魔丸之前有跟大家开箱过一个 EG 系列的 RX782， 我们的初代钢弹，当时是标榜不需要任何的涂装技术，不需要任何的组装工具就可以直接完成一只组装模型的系列。那这一次在我们的 Plamo 系列当中，一样是不需要任何的涂装技术，不需要任何的组装工具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组装模型。对于想要尝试组装模型的朋友来说，魔丸个人也是觉得非常非常合适的。那回到我们本体的部分啦，盒子正面的地方其实就可以看到啊，用手呢就可以把这个零件的部分给取下来，当然只要经过简单的组装呢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皮卡丘的样式。盒子的侧面呢一样是一个简单的步骤介绍啦，相对来说呢呈现的外形也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右下角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到啦，这个15呢并不是年龄的限制啦，而是呢在这个盒组当中总共就是只有15个零件，真的算是非常非常少啦，可能也因为皮卡丘的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吧，所以呢也可以很轻松的完成。那在盒子的另外几边呢就没有更多的资讯了，在这边我们就直接来进行开箱吧。盒子的设计也是非常非常的环保啦，内部就是直接呈现说明书的样式，当然在盒组当中呢就少了这个说明书的印制，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在组装之前千万不要就把盒子呢直接给丢掉了，不然就没有任何的步骤教学了。那在盒组当中其实还是有附赠一张贴纸的样式啦，也是需要一个简单的粘贴才能够完成，零件的数量呢其实也没有很多。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直接来进行组装，组装完成之后魔丸一样会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在这边我们就直接开工啦。Thank you.
的模型开箱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魔丸也是第一次来组装这个 Plamo 的系列，其实整体的组装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易，甚至是不用看说明书也可以轻松的完成。那大家也可以看到，魔丸这一只呢也是用宿主的方式下去呈现的。其实整体的还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跟外盒所呈现的样式算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也就不用担心说宿主的样式会不会到差异非常非常的大。后面尾巴的设计其实还是非常非常贴心的，这边还是用球形关节的方式呢下去呈现的，所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下去呈现不同的角度。当然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缺点啦，像是这一种呢可以用手拨的系列，整体的框架设计材质也是比较偏硬的，所以用模型剪剪下的同时呢，它比较算是直接断裂的这种感觉啦。在上一次的初代钢弹呢，其实也是有相同的问题发生。魔丸这边会比较建议啦，如果要用宿主的方式下去呈现，可能还是要稍微准备一把类似这个样子的笔刀呢，把这个汤口的部分稍微处理一下，整体的呈现样式呢当然就会比较漂亮一些啦。魔丸自己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静态模型的宝可梦系列，再加上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魔丸在台北的地下街购入单一个盒组就是在150块，150块就可以买到这么高品质的系列，魔丸觉得 CP 值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之后魔丸回到家呢，其实也在附近的玩具店又找到了这个我们编号2号的梦幻，整体的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之后有机会魔丸再来跟大家进行这一支的开箱。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一样还会再有不一样的玩具开箱、玩具分享或者是模型开箱。我是魔丸，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